因为下了药呢比较轻。第二次下砒霜就死掉了。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死掉，是没有天理的啊、哦，是没有天理的。幸亏葛森医生，他在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呢，他就已把手稿写好了，但是被偷走了啊、哦，被那个流氓医生请那个人买通助理把他偷走了。那葛森医生不甘心啊、哦，还没死掉之前，又把他的那个50个癌症的案例又写了一次了。那这次保留下来了啊。那这个葛森疗法呢，在目前台湾也好，大陆也好，东南亚也好，已经是开始流行了，发行给这个很多人去看，大家得到了一些益处了，尤其癌症病人看到曙光了，有希望了。这里头有个关键，他喝蔬果汁喝13次，喝13次的蔬果汁意味什么？意味着他是用这一台而不是用那一台。记得哈，那一台叫调理机，就是 Vitamix 啊，就是陈月清所介绍那一台。这一台那个杯子要拿出来，我那整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杯子，哎，对对对，把它盖上去，盖子把它反过来盖。这一台很好，这一台我用了很久了，我家一直用这一台。这一台是用在什么地方呢？是用在我们平常养生在用的，也就是说平常啊，我们要吃到全食物必须用这个，连纤维一起吃到，100%营养不流失。我是喜欢这一台的，我们是用这一台的。但是面对葛森医生的葛森疗法就不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面对这癌症病人啊，他没有办法吃的，食欲不振的，对不对？吃饭想吐的，他只能用喝的。喝几次呢？一天喝到13次。他靠13次的蔬果汁抢救那些在鬼门关徘徊的这些癌症病人，抢救回来了。他靠的是什么方法？他叫做断食，他叫做果菜汁断食。那这个断食你有可能连纤维吃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13次的这个蔬果汁全部用纤维打打打，全部纤维，你装得下吗？你肯定装不下的，肯定装不下的。他几乎2个钟头吃一次，你如何装得下呢？不装不下的，一定是有原汁，那肯定是用这一台。他把渣给去掉了。所以很多人在问说，蔬果汁到底用纤维好呢，还是不用纤维呢？事实上看时机的，那是看时机的。你讲是一般家庭，我是鼓励用这个的，你食物不要浪费，对不对？连纤维都吃到，帮助你通便，很好。但癌症病人一天吃很多次的蔬果汁，肯定是用这个的，怎么会用那个呢？对，他肚子胀怎么办呢？纤维都在肚子里头胀怎么办呢？那就不对了啊、哦！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，葛森医生一直强调一个汁，叫什么汁？叫做胡萝卜苹果汁。你仔细看他的书哈、哦，胡萝卜苹果汁一直被强调，就是胡萝卜苹果汁。但是大家必须知道比例。什么叫比例？不能太甜。你假设苹果汁高过于胡萝卜汁，你就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癌细胞是靠血糖在喂养的，也就是说甜度不能太高，甜度高血糖一高肿瘤一定长，它是一定长的。所以因此我在拿捏胡萝卜苹果汁呢，我是拿捏的比较小心。我胡萝卜汁用 200cc， 苹果汁用100，那就 300cc 了，它甜度会保持的比较好一点，不会过甜，过甜对癌症病人不利，我的看法是不利的。我们在以前在健康中心啊，我在民国70年左右呢，我们就跟欧阳菁啊，跟欧阳琼啊，跟我的妈妈啊、哦，我们还有欧阳新，在易翠山庄，世贸中心有易翠山庄，我们这里就收癌症病人了。后来搬到桃园，我还是收癌症病人了。我癌症病呢，我收了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10-20年是有的。癌症病人住我那边的，我们是照顾他的。这个工作很辛苦，但是我们做得很认真的。我们那边就碰到一个案例，让我就很深刻。一个新加坡来的一个工程师，男生，是舌癌，舌头里头长肿瘤，舌癌啊，舌头舌根长肿瘤，讲话有一点不清楚了。吃东西卡住了啊！
医生说要把舌头切掉，他当然不干了，对，断层你也不干了，舌头切了变哑巴了，对，谁要干？谁都不想做开刀的方法，那个方法那是一辈子完蛋了，所以他要找一个自然的方法啊，最好不要把舌头给切掉，所以他就来找我了啊。那找我的时候呢，第一个礼拜我发觉不对，为什么？他肿的长得更大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方法我们是一向是很好的，怎么他肿瘤会越大呢？为什么知道越大？因为他那个肿瘤上面长一层白的，那是新组织的，我一看就晓得了，对不对？本来肿瘤是红的啊，红红的，怎么变白了？我就害怕了，怎么让它再长了呢？我有责任的，住我那边我有责任，我马上到厨房去问，后来我知道原因在哪里，就是苹果汁，哎，就是苹果汁的。我们那个厨房那个阿姨啊，她就榨苹果汁给她喝了，只喝一天而已啊，就长了。我就知道苹果汁不对了，不是讲说对一般人不对，是对肿瘤不对，因为太甜了，肿瘤它靠血糖的喂养的，他一喝苹果汁隔天就长了，我就知道不对了。后来对那个癌症朋友呢，苹果汁我是不用的。后来我看到葛森医生讲胡萝卜苹果汁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用苹果汁呢？我就纳闷了，后来我就想透了，哦，原来那个苹果汁是有比例的，啊，它是有比例的啊，哦，不是说苹果汁比较多，我认为苹果汁比较少，苹果是整肠健胃的，胡萝卜有贝塔胡萝卜素的，是抗癌的，这我知道的啊。所以胡萝卜苹果汁挺好，是非常好的，是 OK， 是鼓励的。所以假设大家平常要防病抗癌走这个路线呢，你应该胡萝卜苹果汁优先采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好喝，它肯定好喝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第一个节目呢，我们就来示范这个胡萝卜苹果汁了。胡萝卜苹果汁呢，你用